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这次我要来开这个新系列的卡包，也不是新系列，就是因为我从来没玩过宝可梦。那我们就是来小开一下试试手气哦。哦，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好卡还是不好卡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吧。其实这个就是纯粹是想说开看看哦，因为从来没玩过，来看看有什么卡。我第一张盔甲鸟，盔甲鸟在我玩宝可梦的时候超多张卡。好，下一张，可是它是十公里的蛋啊。第二张乌波，然后第三张是姆克鸟，第四张是岩石能量，第五张哦梅绿塔，这还不错哎。好，那今天的开箱在这边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价值如何。那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说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按个小铃铛，这样才有收到及时的发布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